大家好，又到了超市每周特价时间。美国山火的烟雾还没有完全散去，加拿大确诊人数突破14万人，几乎失控。加拿大公共卫生局长辞职， BC 省感染人数又创历史新高，超市、医院、学校连续爆发疫情。最让人担忧的是，草半鼠感染来历不明，很难追踪感染途径，不知会不会再次封城。好在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，人们没有了当初的恐慌，选择尽量少出门或者戴口罩。超市也早早地限制了人流，人们已经学会保护自己。现在是上午11点半，平时一位难求的800半停车场，一大半停车位还是空的，出门购物的人明显少了。这一周的超市，不知是因为疫情还是夏天已经过去，蔬菜类价格明显上涨，肉类价格也不低。如果感觉平时常去的超市价格太高，不妨去西人超市走走。个人认为，那里的特价更多，也更接地气一些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，这周都有哪些特价。一进到 PriceSmart， 最热闹的就是这里了。进来出去都看到这么多人围着，也难怪了。1块钱4个玉米，这价格新鲜度和在五号路的 Richmond Country Farm 差不多，还不用专程跑那么远。可用于烧烤的整块猪肩肉，每磅2.49块。这是一头猪的整个肩肉，一块有8-9磅重，小家庭肯定不能接受。如果是开 party， 众人共享，这块肉才20多块钱。虽然因为疫情不许开 party， 但如果你的冰箱足够大，还是值得买的。大统华西芹，每磅5.9毛，看上去鲜嫩清脆，一颗也就1块多，做冷盘配菜都是很好用的。哈密瓜每磅8.8毛，不时有哈密瓜打特价，不是感觉太大，就是样子不咋的，很难有购买欲。看这瓜大小适中，纹路很多也很深，还是那种疤痕般的，应该不错。老虎虾每磅11.9毛，16-20 size 的，也就是每磅有16-20只虾。几个月来这个价是最好的特价了，虾的个头挺大，香煎、油焖、避风塘，怎么做都好吃。冰冻黄花鱼每盒7.99毛，1公斤装，算下来有2磅多，包装挺精致的，比直接装在塑料袋里明显上点档次，至于质量就不知道了。金钱剑每磅5.88毛，虽然贵点，再怎么说它和普通牛腱还是有区别的，肉里包筋，筋内有肉，筋肉互相纵横交错，仍然层次分明，吃起来爽口干香，这样一包也就13块多一点。丰泰超市的小南瓜看好了，现在每磅9.9毛，下周一到周四打特价，每磅只要3.9毛，便宜了差不多2/3。爱吃小南瓜，碰巧那几天要出门购物的，可以留心一下。螃蟹每磅5.99毛，广告传单上没这个特价，看见价格牌有点意外，
不知是时间尚早还是没人留意，只看见这个人在慢慢挑选，像包场一样，没有人打扰。 H-Mart 的韩国红薯每箱24.98元，15磅装，算下来每磅1.6元。最重要的是好吃，黄澄澄的肉心，绵绵的，甜甜的，和那些动辄2-3元的紫心红薯比起来，性价比高太多了，反正是见一次买一次的。 Fresh Core 的苹果每磅7.7元，这应该是这一段时间看到的最新鲜最便宜的苹果了。进门见很多人围着挑选，一圈走过来就见这员工不停地补货，可能是太抢手，卖到见底了。草莓每盒2.97元，1磅装，当地的草莓季节眼看结束，再不吃没准过段时间都是进口的，价格也不会是这个价了，爱吃的要抓紧了。这一周的 Safeway 肉类的特价很多，价格也不错。整条的猪扒肉每磅2.49元，这样的一整条对小家庭来说有点为难，不知要吃到猴年马月。他又贴心的切了小块，切开后的每磅2.99元，只贵了5毛钱，这样就不必愿意省那么一点钱逼着去买吃不完的东西。鸡每磅1.99元1只装，不像有些超市打了特价就搞成大包装，变成看似便宜实则多买，这样一只鸡也就5-6元。这款牛肉每磅3.99元，也是2磅左右，不论是卤还是烧烤都非常合适，一点也不为难人。还有这排骨每磅3.99元，买过无数的排骨，有的只是上面看见这部分还行，下面包着一块硬骨还不帮切断，都不知该怎么处理。只有这家的排骨怎么买都是放心的。过道上还有这些饮料打特价，还有可乐每瓶9.9元，比原价便宜了1.6元呢。今天确实看到不少人在 Superstore 的低价区逗留，物价上涨，这里还是保留了一些低价，省到就是赚到，稍微用点心就能开开心心地过好日子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